你今天很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打扮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漂亮货车司机。哎，那是因为我们家只有货车，所以我才开货车来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的意思是说。 你今天很美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真的怎么了？你是有话对我说？ 还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啊？好，你不说我不会逼你，但我只希望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默契能维持。我很珍惜有你这个 partner， 我不希望你对我有任何的误会。 穿着睡衣到哈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一阵子我们都在比赛，而且要准备很多料理，这样会让我觉得你很不专心，而且不是那种比赛。你误会了，那我刚刚都说了，玉馨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可是她那一天穿着睡衣，而且还有风衣而已。这是有原因的。 误会了，那是一个突发状况。什么样的突发状况？那天，我只是想说，有些状况是不可抗拒的。我比你更在乎那场比赛，但有些状况攸关生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除了比赛之外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？其实你真的误会我了，其实。 不想跟你解释太多，但请你听好，玉馨她真的不是我女朋友。你看着我，我现在心里面真的只有。站住！只有，只有你爸，等我。 存在就好像太阳，散发着爱与热，散发光芒，把黑夜给驱赶，世界给照亮。没有我怎么办？你无法想象，我也渴望爱。
的相爱，不再是一个人傻傻的等待。我也需要爱，相同的对待，好不好？拥抱我，别离开。